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做这种事啊？小姐，你怎么丢下子夜一个人？丽姐，丽姐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这么傻？爱上你。小姐，你别吓我，你醒醒啊，你醒醒啊，小姐。蜜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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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？蜜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姐，蜜姐，小姐，你怎么忍心丢下紫嫣一个人呢？小姐，蜜姐。你这是何苦呢？三公子，你何必救我？何不成全我呢？不，我不会让你走。如果蜜姐非要走，紫千月陪着蜜姐一同走，绝不让蜜姐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。小姐，请用。喝吧。三公子，小姐刚睡着，能吃能睡，我就放心了。紫嫣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若不是三公子，我家小姐恐怕已经……三公子的大恩大德，容紫嫣叩谢。紫嫣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
你对蜜姐尽心又尽意，日夜照顾未休息，应该自荐谢谢你，蜜姐心有你相依。小姐为将紫烟当婢女，相依相持又何亲，冒犯公子你。何时尽管对我语，因何关心女钗裙，日来牵挂也不轻，还为小姐泪不停。这恕紫烟大胆，公子若不方便说，那是无不可对人言。其实我只怕说出难相信，时常梦见一女神，夜沉初会你见面，竟似梦中的佳人。是真的吗？我家小姐也常做梦，她对梦中人的形容也像三公子您。我真的，蜜姐也梦到我。紫烟，蜜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这些天让三公子担心，且深深感不安。蜜姐何出此言？只是蜜姐别再在胡思乱想，子建就高兴了。对了，我去吩咐他们做些好吃的。我好久都没有梦了，哪还记得这些？对了，小姐，不知道三公子会不会将小姐的事告诉曹阿瞒？三公子为人谦逊守礼，他绝不会泄露出去的。小姐似乎对三公子很是了解。紫烟，你别忘了，他对我再好，终究也是袁家的仇人。那小姐今后应该怎么办呢？今后